Sí. Hello，大家好，我名叫林俊存。今天我要表演的舞蹈是埃及东方舞里面的刀舞。
中五次啊。好，我们感谢我们的这位参赛选手，来把麦克风交给你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老师们有什么评语吗？老师有问题要问。我是有点想问秦君，为什么突然间有一小段的时候是有笑容的，其他都没有笑容的？要表达的是什么？因为那一段呢，就是前面就是打单嘛，然后后一段呢就是打胜仗是吗？你要说？哈，对，打赢了，然后就跳舞。哦 ，OK， 所以我就奇怪，哎，原来笑容那么漂亮的，可是为什么一开始是，哦，原来是有一个设计的哈。你头很厉害哦，除了放这个刀，妈妈的菜刀那些可以放的嘛？不能啊、哦，不能啊，你、okay， 还没有练到这个境界啊。希望下一个 semi final 看是不是可以放到菜刀的。不错不错，今天表演要什么？加油加油！哦，有长玄机哦，刚才有没有听到？对 ，semi final 的时候做吗 ？OK， 我刚才看上有一个瞬间，我又突然想要酸他了，跟我说，哎，没关系，我们不要互相伤害了，我又收回了。等一下，他再把刀插。你要酸我什么？来，赶来。Sorry， 来，我们来继续来我的这个评语好不好 ？OK， 你上一圈也是表演的这个大舞对不对？我记不是，哎，不是哦，那表演那个四爬还有舞的那个。OK， 好，那。确实还蛮不错的，我觉得你的 balancing 可以做到，而且好像没有掉过，从头到尾啊、只是有一个比较好奇的地方，确实那个表情上面啊、你会令到 Quincy 老师觉得，哎，为什么？那就是因为不够自然啊、因为你从头到尾，你那个表情的 transition 突然间在中间一下子来那个。笑了一下又笑了很大那种，就是别人会觉得很好奇，哎，到底是什么？但是如果你中间就是可能。有时候一下比较妩媚啊，或者是眼睛挑一下或者怎么样，就是整个流程、啊，是比较整个管理的比较对的，对。那练习别人就会觉得突兀。OK， 谢谢老师，你会改。好，可以。